好，我们有 Mesh 做动画的一个关键影格的概念之后，那 Mesh 做动画的东西在哪里？好，那界面在哪边？它在这边。好，它主要分两大类，一个是播放，这里这个就是跟一般的播放器，不管你听歌、看电影，播放器都是类似这样的播放界面。那另外一个是录动画的界面。好，所以这边是播放的，这边是录的。那再来一个就是这里，这里有时间轴。好，时间轴你可以拖曳它，然后那个得到时间轴。好，那在 Mesh 里面录动画很简单。好的，等一下就会看到。那来，我先随便录一个最简单的动画。假设我说这个物件从左边移到最右边，这样子就左边移到右边的动画。那播放就是按这一颗 Play， 它就是往前播，它暂停。然后呢，往后一格，往前一格，跳到最前面，跳到最后面，对吧？好，那在这里移动的时候，这里会跟你讲你目前在第几格，这里会跟你讲你目前看到的是100格中的94格，94格是这里也给你看94格。好，那这里往后一格，往前一格，其实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先知道说这个界面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好啊，来，各位看一下。